妈妈，首先来介绍今天我们的明星辣妈，就是于明佳，欢迎。欢迎明佳姐。大家好。屏幕上，她凭借高雅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备受大家的关注。现实生活中，她与丈夫低调幸福，两个女儿更是俏皮可爱。她就是今天的育儿挑战官于明佳。请问你的减肥秘籍是什么？照顾孩子。管用吗？挺管用的呀，很累、啊。因为你家有两个孩子。对，你早上要很早起床送他上学，晚上陪他做作业。但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说除了这个照顾孩子的确是消耗，你每天看手机那走多少步吗？走的最多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遛狗，然后狗遛了两圈就走到小一万步，我还蛮惊讶的。那让你瘦的不是孩子是小狗啊。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女明星会误导我们的妈妈们，生完孩子自然而然就这么瘦吗？其实不是的。对我而言，可能我运动，因为我每天会坚持跑一个小时，因为在家坐着不会减肥。你多高？1.69米。然后现在体重呢？大概反正就是100斤左右吧，90斤。这个环节可以结束了。你看，来欢迎我们的专家。刚才是在守护妈妈现在的美丽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位未来守护官，台湾著名儿科医生黄宗年医生，欢迎。欢迎黄医生。大家好。大家好。黄医生，请问你多少斤？我没有办法忍受跑步，哎，尤其跑步机，我觉得好没成就感，跑半天还在原地。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医院，我们会做一些医学实验，会养一些小老鼠，那我们也希望小老鼠能够保持体重，就给它跑，所以我每次在上面跑，我就想到我就是那只老鼠。那您觉得有什么在您的生活中是帮助您维持体重特别重要的元素？吃最重要了。我每一餐饭一定先吃青菜或水果，然后我会把自己吃到半饱，那接下来就随便。那我会尽量少碰红肉。对，有没有感觉我最近也瘦一点点？有，很明显。我也是用这个方法，先吃菜，然后吃肉，不怎么吃主食。好了，这个环节就可以到这里结束了。今天其实我们讨论的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孩子鼓励他们做家务，我们到底要不要给所谓的奖励呢？比如说今天扫个地给2块钱，然后这个月把你的衣服小袜子洗了，比如说给10块钱。嗯嗯。但是呢，也有反对的声音说这不对。嗯。从小就树立了孩子这个啊，好像无利不起早，对金钱的认知是一个价值观的引导。嗯，那我们先看我们一组数据，就是现在的那个家长当中哈，有他的比例是占比11%的人是不给宝宝分配家务的。嗯，那额外呢，有21%的人是分配家务，但是要给孩子零花钱，就代表有报酬。26%占比更多的是分配家务或者有其他的奖励，但不见得是钱。最高比例的是33%不分配家务也不给奖励。来，明佳，我属于两项都有吧，又给零花钱，然后也会给其他奖励。嗯，现在咱们家老大是10岁，哦，可以干活了。对，老二呢？老二也能干活。老二8岁。嗯。平时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件事儿呢？第一次给钱奖励是学校发了一份通知，说鼓励孩子做家务，然后比如说洗碗给2块钱，然后洗袜子给1块钱。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让他知道说挣钱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钱是来之不易的，然后也通过做家务也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那在你的意识中，你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就应该介入到家务这件事儿当中？我觉得小朋友慢慢有自理能力，长大一点，像6岁开始自己就有自理能力了其实。所以我女儿那时候参加那个国外的夏令营，然后去了以后她就没有自理能力，房间里非常乱，最后又丢了书包，丢了袜子。然后回来以后，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他知道自己来整理这些东西，包括比如他喜欢宠物，但是他不照顾宠物狗呢，来到家里以后掉毛，他又不愿意擦，每天说哎呀你看那毛掉的到处都是，弄到我床上了。那我说我就可以不养狗，如果你不照顾就不要养了。所以他慢慢开始就觉得我要知道要照顾一些东西，做一些事情。
我就觉得老大就特别会做家务，就会帮妈妈洗袜子。当然他也说，如果我不光洗我的，然后洗我妹的，再洗爸爸的，再洗你的，一个给20块钱，我是不是可以决定我们吃什么，然后决定我自己要买什么？就是他会觉得谈这个，对，跟你谈，因为出去嘛，他做的事情也很多，因为他觉得妈妈也蛮辛苦的。但老二他就不喜欢做这事情，他就说，哎，姐姐你帮我洗了，然后那个我可以跟妈妈要20块钱，然后我给你。他有经济头脑啊。他性格不一样。所以他做的事情都很重要。杨淼，你是哪种？哎，我是属于分配家务不给零花钱，真的觉得这是每个人分内的事儿。如果这个给他钱，那是不是他每次吃完一顿饭我要给他钱呢？就是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额外去奖励的。而且我让他养成这种习惯之后，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妈妈今天特别累，你给我做一套全套的家务吧。他说好吧，然后他就挺有兴致的把这一些都做了，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后来我开始跟他说了，我说你把这些都做完呢，我给你20块钱。哎，这样比起来他这个钱简直太低了，做了这么多才给20块钱，但是他欣然接受了。结果都做完了之后，我说哎，我给你钱吧。然后他说哎，算了吧，下次再说吧。啊，就他觉得他自己把那个屋子弄得特别干净，他自己挺有成就感的。所以你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做家务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能力。那你说我今天让他那个洗袜子我给他10块钱，那是不是明天我要让他倒个垃圾他也会管我要2块钱呢？就是以后如果你不给他钱他就会不做这些事儿了。嗯，佳念，假设你是爸爸，你会怎么样？还管管我要零花钱，屁股给你打开花儿。我在孩子教育这件事情上绝对不惯他，因为从小我被我妈穷养，穷到不能再穷。我觉得还挺好的，长大我就特别爱给他俩花钱。我为了让我儿子将来像我一样，我应该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哎，你看女孩我就会宠他了，女孩我一定是会分配家务，但也会给他钱以及其他奖励。如果儿子的话，我不吃点苦的话是真不行。我们来听听这个其他妈妈会怎么说啊？我们也有评论，我们来看一下。小蘑菇说，用金钱奖励不是不可以，但要怎么把握好度呢？可能在度上不好把握，耐心等待。他说到的是金钱观固然重要，但是很害怕变成主导因素，害怕孩子会很看重金钱。我觉得有金钱观不是错事啊，挺好的。那我出门，我买东西，我妈给我买了，这个200块钱能做什么？他并不知道。但如果说他知道了这个钱他赚来不容易，然后赚多赚少他可以作为分配，比如他今天像过母亲节，老师带他去超市，然后说每个人管妈妈要需要20块钱，你要怎么买东西，他回来跟我讲，哎呦东西好贵啊，我就买个牙膏这个钱差不多了。就是我觉得并不是坏事，只是看你怎么把控。其实我们回到家事本身，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孩子做，其实只是希望他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嘛。你吃饭，那你不能只享受啊，那负责的就是洗碗。你丢垃圾，那你就负责一部分的倒垃圾。你穿衣服，那你就负责一部分的洗衣服。我会非常不鼓励用零花钱来奖励，因为那是他本来就应该要照顾自己分内的事。那这一部分不用零花钱奖励，当然可以给他爱的鼓励，谢谢，因为他毕竟洗的是全家的衣服，或者是擦的是全家的桌。那但是同样，如果孩子就有一天他就不想做了，这事情也很容易教养，因为他的那份碗就永远没有人帮他洗了，对不对？你一次两次，一周之后，你就跟他下最后通牒说，我发现你的家事都没有做，那也许你不愿意服务我们其他人没关系，那但是你自己的我们可能也不会服务你了，这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那个没有做家事的成果，所以还蛮好控制的。给零花钱的我比较倾向于那些是只对我或是对其他家人有帮助的，比如说洗车，显然车是我在开，你如果帮我洗车我非常感谢你，我愿意用点零花钱让你觉得说哎，我做这件事情帮助爸爸，但其实你没有享受到嘛，所以这件事情我是可以用零花钱奖励你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给零花钱的这些家事还有哪些呢？对不对？说的这个，哎呀，我要鼓掌。对，就一下我就找到了这个区隔在哪儿了，对吧？对。假设我们要把秋天的衣服整理了，我缺一个小帮手，而且不是对他说，可能假装对全家说，这时候姥姥、爸爸可能别人要一块演这个戏，对吧？竞价是吧？对，我觉得这个还蛮管用的。哎，不如再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啊，父母有没有什么激励的妙招？有吗？就我妈就是
他戏特别好，就是他经常都说妈妈脚脖子今天崴了，我觉得可能是骨折了，明天妈妈要去医院查一下，妈妈今天晚上实在蹲不下去擦鞋了怎么办，我就会蹲下地去帮他拿去擦。哎呦，所以我现在责任感就是那时候我妈戏多戏出来的，估计我这个也挺多亏的。哎，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招啊。对，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能够激励孩子爱上做家务这件事的？就比如说像咱们家这次吃饭出去吃，想吃什么，有时候老大想吃披萨，老二想吃中餐啊，然后我们就如果谁家务做得多一点，谁就有说话的权利。哦，这个很好，说话的权利他来决定。权利并不是靠说你老小你就永远拥有这权利，对，而是就是你要有谈判的条件，对不对？就是你更懂得照顾别人，你更懂得为对方着想，那今天这顿饭就你说的算。那你跟你老公小的时候谁爱做家务啊？我老公一个爱做家务的男人长大以后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呢？啊，我先生家是两个孩子，他是大哥，那他就有这种就是照顾别人成为一种习惯，他也认为说别人做不好。啊，就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们出去，我说我去买个水果，我老公说你别去了，你容易挑着烂的。其实他自己挑也可能是烂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会做家务，就习惯性的啊，就是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我觉得你的安全感会来自于自己，特别棒，这个就特别重要，特别会点题。我分享一下我的感觉，我就是一失败案例，从小就不让我做任何家务，甚至是有的会做的事儿，大脑告诉自己我不会做，结果到了北京彻底傻的，什么都不会干。我会把那个咖啡壶放在煤气炉上，坐在屋里一股橡胶味儿。天哪，太危险了。我觉得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是庆幸啊，我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拿来放到哪儿去，因为都是交给爸爸妈妈手里，我永远找不着东西，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实我努力奋斗都是因为老丢东西，就是赚到了就没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后面我自己当了妈妈以后，其实我对孩子也就是可能最后一种，哎呀，大了就会干了。但是有一天就孩子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对的。说你比如说你到某某某国家，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那么干净？说因为大家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说其实我们所谓的做家务，不是说让你去干活劳动，对，你的垃圾你带走，你的衣不乱扔，别人要为你收拾。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自己负责，然后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把家里都收拾干净了，我们给了他20块钱、100块钱，但是我认为是无效的。那咱们刚说这么多，我个人有点饿了，而且今天听说明佳姐要给我们准备一个夏日特别适合宝宝吃的辅食，咱们接下来就一块进入到今天的宝宝为什么，欢迎明佳姐。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环节，叫宝宝为什么。每次我都特别开心，因为这个环节也可以喂我这个大宝宝。今天特别欢迎明佳姐来帮我们做一道特别棒的辅食，欢迎。欢迎，谢谢。献丑了。对做饭这件事情而言有信心吗？对做饭这件事情没有信心。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餐，叫番茄肉酥面。哇，因为现在炎炎夏日，孩子的胃口也不太好。对，番茄的话有3度，能够开胃，然后面条又比较好下咽，又比较好消化。你以后肯定是个好爸爸。那我们来先看一看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哈。首先我们能看到就是娃娃菜，番茄，还有新鲜的番茄。对，方广的小面条是专门给儿童研制的。对，我女儿吃的第一口面条就是这个方广的小面条。而且今天我们主角说的是番茄肉酥面，所以我们还有肉酥。我们来切一下这个娃娃菜，是把娃娃菜要切成这种丝状。明佳姐说她对做饭这事不太有信心，直接手就这样上来，我就特怕切到她的手。那一刀刀咚咚咚的。好，那这样，明佳姐既然今天来了，我觉得男士应该帮女士做点事儿。您切到这儿，后面的我帮你切，好不好？好的，谢谢。因为娃娃菜呢比较硬，它需要跟面条先煮起来。好，现在我就是把这个方广的小面条呢，我们把它撕开。对，我觉得这个特别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宝宝的这个食量，其实就吃每次吃这么一捆儿就可以了。对，就算能吃的宝宝，你吃一捆儿半也够了。对，我们把它放进去。
那在这儿呢，我们在煮面条的同时，顺便要跟大家说一下，明佳姐，你推荐这道辅食的原因是因为面条特别适合宝宝来吃吗？或者是对，一个是面条很适合宝宝吃，另外一个就是在你咀嚼吞咽的时候，这里边还有丰富的钙呀、铁呀、锌。而且我还知道这个面条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特别适合宝宝，它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之外它还不含盐。就我们很多大人吃的那个面条，其实它里面都是含盐的，就盐对会让那个面条有味，而且盐会让面条更筋的。但是一岁以下的宝宝是不能吃盐的，所以真的是要用这种专用的。好，来，白菜不要烫到手哦。然后我们是要跟西红柿一起把它放到这个辅食机里面。哎，这个辅食机的颜色特别好看哈。我知道这个辅食机特别棒，来自于欧洲，来自于法国，而且品牌特别好，它的名字叫做 Biaba。对，大家以为这样就完工了吗？没有，还有很关键的一步，肉酥。肉松跟肉酥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前时候看一个新闻，就说好多那个面包店里面卖的这种肉松面包，其实那个肉松呢，它都不是那种用纯肉来做的，很多都是绿豆蓉。我觉得特别是给更小的宝宝，一定要用这样的专门给宝宝做的这样的肉酥。怎么样，味道好像我在东北吃的冷面的热版，好好吃哦。我记得明佳姐是长春人，对不对？对对对，你记得吗？我们在那边有很多朝鲜族在做冷面，它是酸酸甜甜，里面还有两片番茄，记得吗？这样子，口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这个是稍微热一点点，上面的这个肉酥呢，其实就非常像我们吃的里面的两片酱牛肉，就直接抵消了而已。我觉得特别好。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肉酥跟肉松的区别，我刚才一尝我就知道了，就是这个肉酥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对，但是肉松可能会颗粒大一点，会更硬一点。对，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比较爱吃有味道的东西，但是有味道的时候成人吃的会放味精啊，放这种很不利于健康。但今天带的面条啊还有肉松啊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用蔬菜跟番茄一块榨成汁，这样既保持它的味道又保证它的营养。大家我跟你们提示一下，如果你们要是真的也对很感兴趣这样的辅食的话，大家可以在拜托了妈妈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方广，就会有更多的辅食惊喜送给你了。对，其实我们看给宝宝做的饭呢，其实比给成人做的简单好多。对，就是保持它的这种营养，而且又有好多这种特别好的妈妈的帮手。好，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今天一起走入到我们最有干货的环节，那就是艾特守护官。守护官，哎，虽然我现在还是笑着的，一会儿我估计我就笑不出来了。对，因为今天我们要跟我们的守护官黄医生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挺触目惊心的。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福建福清的一个小区里，三名在喷泉水池玩耍的孩子突然就倒在了水池里。2013年8月，一名8岁男孩被喷泉的水柱击中，孩子的直肠被击穿。徐州呢，一个1岁的小女孩在玩耍的时候啪摔倒了，孩子被烫了一手的泡啊。这是去年夏天发生在广西的一幕。2016年3月，一座大型冲击城堡被大风刮倒。2014年10月，空地上的冲击城堡也被大风吹翻，造成13名儿童和一名成人受伤。一个悬空的氢气球突然爆炸，导致正在气球附近玩耍的几名儿童受伤。其实在外面这种安全隐患太多了。对，就比如刚才说到的那个室外的喷泉，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就妈妈特别喜欢带孩子去那种喷泉玩。明佳，你带孩子去那玩过吗？他很小的时候，也不是去那玩，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大型商场门口有音乐喷泉，但很多小朋友在上面玩，就觉得很有意思。音乐喷泉我也带孩子去过，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曼谷。然后我是等于前两年又去了，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没有，我印象特深，戴军报的我女儿。后来我再去的时候，那喷得特别高，也特巧，还是我跟戴军去的。我说，哎，太可怕了！如果当年你抱着木耳在那儿站着，我说这喷泉喷起来，你们俩都喷上去了。他说，你被迫害妄想症吧。
但是我觉得一个做妈妈的人就是这样，像我以前去个景点我不记得，我看到那个喷泉我就想起来，好可怕呀。对，因为之前这个是挺出名的，出这个事儿，然后还有最近上海有个小区，小朋友在小区里玩水，突然间就被电到了。对，有的时候平时玩不一定能触到，但是一旦触到很严重。而且小孩等那个水停的时候，他会去挖那个洞，他会好奇那个水从哪里来，他就会去抠。有的时候里面可能漏电，或者是被割伤。物理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旱地喷泉底下的挖洞喷上来的，如果要是在水池喷泉当中，因为有水的助力，它其实是比较容易缓和，如果想要在旱地喷泉当中直接喷出东西来，是必须要非常大的冲力，因此它的危险性更大。是，而且你看好多小朋友玩那个的乐趣就是怎么躲那个水柱，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小朋友就会正好在那个水冒出来的时候走到那个上面。你知道就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小区的那个广场上就有这种喷泉，就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告诉我说，有一个小女孩就是走到那儿的时候，正好那个喷泉喷上来，结果就造成了他那个就是下体就是会阴部的那种出血。我就不明白那个摁喷泉的人，他不看看那个广场，他没人摁，他是自动的。对，他电脑操作每天，比如说固定6点钟开始喷，他就6点钟开始喷。那这太危险，我觉得那像这样的他就应该圈起来，对，不能让人进去。对，这个太可怕了。而且这种喷泉现在越来越多，无论大城市小城市，只要是沿着河岸边，他盖了一个河滨公园，就一定会开一个这样的喷泉。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喷力。它那个喷力究竟会有多大？问一下那个名家，你一个5厘米，你觉得它喷出来能把多少斤的人抬起来？这个好专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夏天来了，这个安全隐患特别的重要，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看一下。喷泉开启，西瓜瞬间被强大的水柱一冲而上，冲出高度达1米多。喷泉关闭，西瓜骤然掉落在地，摔得粉碎。一个直径5厘米、喷水高度达到50米的喷水口，开启后不到3秒钟，一个50公斤左右重的人就被轻松抬起。这个亲事应该呼吁一下，而且我觉得那个水，它那个到底是哪里的水呢？就是它的那个水质是怎么样的？也不卫生，水质绝对是不行的，应该是里面有很多的细菌的。当然，因为它不可能都是干净的水，常常它是循环性的。那循环的话，那就没有办法100%的消毒或杀菌。假设了哈，那个水没有那么强，孩子这么玩得很开心，冲那个穿着内裤就去冲，但其中一个孩子可能他有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啊，或是肠胃的一些病毒，其实它循环之后，这些病毒只需要非常少量就可以让下一个喝到水的小孩生病。对，我每天在家里给孩子消毒什么，然后到了这样得把孩子扔过去。对，我就看到过小朋友在里面一边跑一边这样啊，张着嘴就接那里面的雾气，会觉得这很凉爽。会喝到。对，但是真的是好可怕，细菌太多了。对，夏天到了，孩子们都喜欢玩水。在商场的音乐喷泉、小区里景观水池，经常能看到孩子们穿梭其中，玩得不亦乐乎。可你知道吗？喷泉也可能成为隐形杀手，漏电、瞬间喷起的水柱压力、细菌等，都在危害着孩子的健康。很多家长抱着侥幸心理，所以这样的安全隐患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在这里，小编还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们请牢记两句话。喷泉广场只可远观，不可近玩，切勿戏水打闹。那么还有什么安全隐患，家长一定要叮嘱小朋友千万注意呢？还有就是我看那个视频中说到那个地灯的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安全隐患了。就是在这种喷泉里面，它为了漂亮嘛，通常都有那种地灯，而且那种灯光其实是很吸引小朋友注意的。刚才我们看最后那个小朋友烫的满手都是泡，那个就是他摸了那个地灯。我觉得家长首先要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摸这个东西。像刚才画面上那个小男孩真无辜，他是跌倒，他不是好奇去摸那个，我就觉得比较心疼，那显然是公共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那种明明就藏在树丛里面，显然就是不要你碰，然后孩子就这样跑去碰的这种，你就跟他说，你看这个，你摸摸看就知道，你稍微碰一下他就知道，哦，这个是危险的。或者是那种小孩真的很皮，刚好你在看我们节目，你真的就可以带孩子说，你平时那么皮，你看一看这些危险的行动做完你会怎么样。我告诉你，管用，绝对管用。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家孩子爸爸，我一看他就在给孩子看那个一些车祸的视频，就是这个孩子，那你这有点过早了。就这人怎么这个就不看交通信号横穿马路被车给撞飞的那个瞬间，
我当时在想，你应该给他看吗？不是特别排斥的。当然一开始先是道德劝说啦，我们没有说每一次发生就说来来来，这样也太残忍了。我的意思是太急了，这样对，就是你讲了，然后他趁你不注意又做第二次。对，哦、那当然你说略施薄惩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像这种跟生命危险、安全相关的议题，我是不客气的。我前两天同事就跟我说，气死我了，他们家孩子四岁，现在上场滚梯下面有个红色的紧急按钮，啪就一摁，吱那个滚梯就停了，他啪啪就打手，这一次下次还摁。就我们家八岁坐滚梯都要非得把脚放在那个银杠边上嘛，就滑，他觉得好玩，我说这真的很危险，然后告诉两次，第二次还这样，我就过去打了一下脚。对，哎，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对的。 对， 对，我前时候这样做他就永远是，他就觉得好奇，你说反正我也就这样子了。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觉得我们当然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也会以身作则。好，我们绝不能客气。下面我就要告诉大家，喷泉下面的灯不能摸，我们来做个试验。地灯究竟有多烫，我觉得好多家长都不见得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请林佳跟我到实验区。林佳，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能看到的那种地灯。现在呢，我把这个地灯通上电，我觉得大概就10秒钟的时间吧，我们就用这个测温枪来测一下它到底有多少度，好吗？不要用眼睛去直视它。这个好像我们拍戏用的也是这种大灯吧？它啊，对，是的，在房内，所以它有时候古装戏这种灯特别热，特别烫，房间里特别烤。现在我的温度是34.3度，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灯的温度，能煎蛋吗？大家看一下，这个灯是138度。我刚才静姐问能煎蛋吗？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煎蛋的了。所以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对，这就存在一个烫伤的问题。那么，如果一旦宝宝在外面被烫伤了，我们又应该做一些什么应急处理呢？那我们回到那边再接着说一下这个问题。节目现场的实验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没想到打开不到10秒的地灯，温度就会瞬间升高到138摄氏度。实验表明，这样温度的地灯足以烤熟和煎熟鸡蛋。地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孩子身边的定时炸弹。那么，孩子一旦被烫伤，我们该如何处理呢？赶紧回到现场，听听黄医生如何支招吧。那明佳，就是你知道如果孩子烫伤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我觉得应该先拿凉水冲吧，把温度降下来。然后反正我女儿有一次就是摸那个是灯泡什么，就有点发烫，温度降下来以后擦了牙膏上去，敷了一段时间。那你冲那个水要冲多久呢？大概5分钟吧，反正就表面凉下来了就好了。就是我女儿烫伤之后，我就一直拿凉水冲冲冲冲，到最后都感觉没有知觉了，那时候一涂药膏马上就好了。千万不能上来就涂药膏。我不知道，班门弄斧啊，问问黄医生。我们有个口诀，就是冲脱泡盖送。第一个冲就是冲水，我们的冲的目的除了让它凉，这个温度下降之外，如果你烫伤的地方不是那么干净，有些杂质，我们也是同时要把它冲掉。刚刚这种是烫伤，如果是火伤的话，这个时候你趁在冲水的时候把衣服这个烧焦的地方开始脱，粘的这些衣服粘在它上，所以一定要冲水的时候就脱，边冲边脱，越凉的水越好，对吧？不一定要泡到很冰的水，怕它整个手都发紫了，这样子不行，太冰了，就凉的水就好，大概30分钟。那这30分钟的时候，你大概已经准备好要去的医院，如果真的很严重的，在要去的时候，你就别整个是脸盆泡的人，你就用干净的湿布盖。所以刚刚讲冲脱泡盖，盖着之后呢，你就去医院这样子。那这个是最标准的流程。那涂牙膏千万不可以，我们烫伤有分1度、2度、3度嘛，那如果说是1度、2度，它涂牙膏最多就是没有效了，但是也大概不会怎样。但是如果它有破皮，那个牙膏就是刺激的源头，甚至会让伤口的愈合出现问题。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妈妈的小孩像都应该有一些烫后的这样的一个烫伤膏。我觉得黄医生说的特别对，我们要妈妈一定要背会这几个字儿，来你背一下。冲撕脱啊，冲脱泡敷走，这好像是5个字哎，金姐。5个字。不是撕是吧？脱。我听说烫伤的
家长做第一件事不是冲，是剥了。剥了，剥了以后，孩子那个皮全下来了，烫伤以后。对，有一句古人的话，其实还蛮有智慧。他说，人家到你家的时候说，哎呀，那个柴啊放得太近，那个炉火了，你要把它移开啊。大家觉得你很烦，都没有人理他。等到失火了，然后一堆邻居焦头烂额才救。你说，哎呀，你是我贵人，其实奉为上宾。其实真正的贵人是之前叫你去预防的这些人，可是你已经忘了他们。你说的这个人不就是拜托了妈妈吗？现在大家都挺好的，觉得你真扫兴，好不容易天气凉快了，还不用买门票，广场上喷泉，对吧？你们这么扫兴，等到真的出了危险了，你就会觉得，哎呦，刚好我那天看那个渔民家，跟那个男孩还说丝啊什么的，对，哎，全用上了，对，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必须得把这个扫兴的人做到底。我们今天就是要给您提各种醒。接下来我们要说说那个充气城堡，有被风给刮翻的，还有漏气儿的。但我要抗议啊！我觉得那么大一充气城堡，我怎么知道是它有问题呢？我倒不是觉得它有问题，我觉得不卫生。细菌滋生很严重啊，然后一堆小朋友在里面流着鼻涕，然后互相就你摸我，我摸你，在里面玩耍，然后放那个球，那上面你拿起来一手的灰。孩子能克制住这欲望吗？孩子，你告诉他不去，他就不去，他又能怎样？你是大人呀，他一定要听你的。还是说名家的孩子比较听话，大人说他还是听的，对吧？不听话也要听话呀。刚才画面上那是最明显的，就被风吹了，城堡在晃，你就别进去了。我觉得您说特别对，就是风太大了，就不要去玩了。对啊，因为我每年那时候我女儿过生日，因为她是3月9号，我都喜欢给她租个充气城堡。然后我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说，妈妈能把我生日改6月份吗？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一过生日就刮大风啊，然后呢特别危险，咱们也没有办法，就选择靠谱的地方。你一看这地方不靠谱就算了吧。第二，我觉得风太大就别玩了。对。但是我们这里面有个风险叫氢气球，这有什么危险的？这绝对是个危险。对，你氢气球你给孩子买吗？氢气球一般都会买吧。你知道这有什么危险吗？这个是会爆炸吧？是不是啊？一般那个手放开咻上去，理论上它应该放的是氦气啊。就是惰性气体氦气，它会飘起来。可是可能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有些人开始用氢气，但氢气是易燃的气体，也蛮危险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刚好破的时候，旁边有人在抽烟，哇，那岂不是就……朋友的孩子在上幼儿园，告诉我说他们有个幼儿园的小女孩不来了。后来碰到这个家长来办幼儿园的休学手续的时候，才知道去吃火锅，就把它系在了火锅的这个一角，就中间服务员在换锅的时候点了下打火机，这时候可能空调对吹，把这个氢气球就正好在锅的上边，砰一下就爆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节省成本的话，是不是应该就用一般的空气，然后你就装个小杆儿，就这样就可以，你知道他们、就是、吹起来，对啊，就是拿着的，别再冒这个危险。因为我觉得叫一般人去分辨说这到底是氢还是氦，我觉得太困难了。而且尽量不要把这种氢气球放在宝宝的卧室里，就好多小朋友都喜欢把这挂在自己床头，就是万一哪天有个明火什么的，就后果不堪设想。充气城堡是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游戏娱乐场所，在这儿提醒各位家长注意以下几点：大风天要让孩子远离充气城堡，不能穿鞋子和尖锐的物体进入充气城堡内玩耍。孩子在充气城堡玩耍时，最好保持孩子在视线之内，不要让孩子在里面翻跟头或躺下，不能让孩子在玩耍时吃东西，避免发生意外。另外，孩子们喜爱的玩具氢气球也要提醒家长注意了，一旦要购买，尽量买小号气球，小心看管孩子，远离人群，因为万一在人群中遇到烟头火花等火源就比较危险。孩子的安全无小事，希望看了今天的节目能帮助到妈妈的同时，也可以让宝宝们更加快乐健康的成长。我们一定在公共设施上防患于未然，这是双方的，你不能完全责怪于说一个孩子和家长，因为我也看到国外因为这种公共设施不当，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被告的破产，最后啊，当然我也是电视剧里看到的。每次来白头的妈妈学到都特别多。好，那最后给你一个考题，
第四个字是什么？烫伤之后五个字，静姐，五个字，你今天把这五个字你说出来才放你走。冲脱夫，冲脱不对，第三个是什么？泡泡，对，夫走啊，走是五个字吗？静姐把你重复加了个走，这五个字是什么？冲脱泡夫。啊，特别希望你把这个发朋友圈，好的好事分享。因为我觉得做妈妈其实特别爱忘，我觉得手机有一个备忘录，然后记下来。是的。所以不看朋友圈是没事的，要看拜托了妈妈。耶！谢谢。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四晚的21:25在山东卫视准时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和我们一起成长。好时髦，好时髦。来，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做妈妈很 OK。感谢新浪微博、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搜狐视频、乐视、PPTV、风行网、第一视频、好听视频、闪电新闻、奇路网等媒体的大力支持。